根据 US News 2018最新排名，惠特尼高中位列南加第一，全美排名33，在全美最好 STEAM 高中里面排名第12。 US News 的评估标准主要是以学校服务、学生的学术能力以及能否快速适应大学学业为参考。教育目的在于培养能力和独立思维，为了完成作业，学生要自己去图书馆查阅大量资料，形成自成逻辑的独特见解。敬请你锁定星期日晚上与2台8点钟的天下中横谈，评选全美最佳高中排行榜。